什么？你不是没电了？我接了，我要接电，对不起，好，接电就好了。好，有电了。啊，你好，君宝。喂，君宝。谢谢。晚安，大家晚安。现在几点钟啊？12点。哎呦，已经快1点了。1点了。对，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鬼屋回到人世间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跟老师带路，带我们来吃这个奇鱼米粉。哇，我们俩现在的脸应该正常多了吧？对，然后一个没有阴暗，一个那个一个绿。哎，还一碗。对，因为现在又到了宵夜我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回到台北市以后才发现，啊，原来雨这么大啊。对啊，我们那边天气很好，还很热。但是大家在很热的环境，你却一直流冷汗。刚刚那个很奇怪，我真的很怪我刚刚那个主机状态。而且我不太敢跟你讲话，因为你眼神是发直的。我一直想说，我到底是在跟回忆讲话，在跟回忆里面的事情。好，那你们在剪一轮。尴尬，还是我啦，还是我。是。连我自己都发现，好看。我先问小蔡，我在现场好看吗？手机，可以给我另外一个手机。那你现在回到了，还有这样啊？看一下，我现在觉得空气好清新，活得真的好。我下次可以不要接了吗？没事。但是整个晚上都在听，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因为一直都是我发现你在我安全感就是被争取。为什么？因为平常你是保护真真吗？对啊，因为他们太重看不重用了。那真的出事的话，真的有你挡在前面，跟你讲。还是因为他们跑太快，是跟你说真的有好兄弟的感觉，真的是兄弟的感觉。爷，会啦，我不会抛弃你的，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在电视机前面帮你照。自己看好。然后刚刚我们在这个鬼屋的现场做直播的时候，好像信号非常的卡，所以有些人就很快就要看到我们有声音或者是没画面的。对，这边跟大家说拍摄一下，刚刚直播了那么多次，可是我光是现在我讲话的声音跟刚刚直播声音应该就差很多。对啊，你现在整个可以边吃，有中气，但是刚刚是阳气恢复的。这次真的，其实这次真的蛮硬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集。因为今天是你第二次来录我们，好不好？跟上次比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次还有真正的关系，就有时候就会变得很像闹剧。有他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闹剧。但也可能是因为等一下，那你意思是说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会出事啊！就有阿飘，这个会很硬啊，有你就很硬。没有，应该是说，因为我刚才也跟制作人聊了一下，说了这么多地方嘛，哪些场景是真的让他觉得很凶的？他说反而不是那种什么我们熟知的军营啊、学校，那可能那也是开阔的场地吧。是。那像他觉得这种民宅内的反而比较凶的，自宅的最猛。老师吃完了，就大家都在好饿啊。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桌上有什么宵夜文嘛？我们现在吃的是台北市著名的奇鱼米粉，这是美食，道地的美食。烟看起来就好赞哦。烟。然后呢，有什么东西呢？这个红烧肉，红烧肉。辣皮、炖瓜，它这个是炸虾、炸鱼，它这个是炸什么？炸花枝，炸花枝，丰盛吧，超级丰盛。谢谢老师带路，带路。对，这一条是台北市著名的宵夜街。老师今天外景是不是特别辛苦？对啊，老师今天出外景。我觉得还好了，但是很危险，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那个摔下去的 CS。哦，对，我们去的地方太有大洞了。其实我是不怕鬼，我是怕你们摔下去。谢谢老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惊慌失措的时候，真的是你也够不到现场的。对，真状况。像你刚刚冲上来，你就有一点靠近那个洞。哦，对。就蛮危险，对啊，那就危险。好，然后现在还没开吗？那好，现在值得，值得，百分
很久，是吗？没有办法很久。太丰盛了吧？各一份啊，他们那边一份，这边一份啊。太幸福了吧？都吃。你刚刚受到了惊吓，对，吃一点，收收惊，多吃一点，收收惊。OK。我也是，要多吃一点。好，会多吃点，这时候吃不会胖。对。因为我们刚刚消耗太多热量。没错。哇。刚刚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说？老师头发很帅。人家何同。没。郭老师发型好酷，其实我是要加跟布莱德比特同款的头毛，结果呢？结果变合同，你是去倒位加的？我是钓鱼岛的。有一出电影叫《怒火特工队》，你捌看过？不，就是蒋海军的嘛。不是的，坦克。江哥来啊！伊来对布莱德比特老的头毛。但是伊是往后梳啦，所以看来较帅。较漂亮。嗯，啊，我就无往外梳，怎啊看来变得。好，然后，都在讲郭老师的头发。还有人说被吓到要吃一下面压压惊。对，没错。为什么三级外景没有一个？三级外景为什么没有我？这个应该要访问我们的制作单位，应该问一下我们的制作人。由制作人统一回答好了，统一说法。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对笑声，就是制作人传出来的。由我们笑那个制作人在我们的荧幕后面，因为我们回答，因为网友一直想要看。珍珍跟娜娜之外，所以我们就好不容易千条万条条的一个时段，是只有珍珍跟娜娜两个人时间，对，没办法。结果就发现，我少不了你，真的，因为他们两个太容易那个惊慌失措了，所以，需要有一点。问你人生被吓到人生跑马灯出来了吗？你说上一次躺棺材的时候，应该是。有啊，我不止人生跑马灯跑出来，我人生所学的脏话应该也都在心中撞过一轮。哎，上次躺完棺材后，我一直觉得隐隐约约觉得，那好像会影响到之后比赛的这个运势还是什么？比赛？好像你说在游戏中？对啊。哎呦，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这个举动吧，还好啊。你今天都赢啊！还好，今天你都赢啊！哪有赢啊？今天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我输哎。就是对关键时刻。因为你踩到了。赢在关键时刻比较重要。你们再一个，然后讲一个。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有注意到？大家有注意到文艺的这个帽子的这个洞里面窜出一撮非常可爱的头毛？被惊吓到的头毛。已经炸开 ，Q 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去烫了这个卷发？上礼拜吧。可是我下礼拜过几天就要剪掉了，所以你因为我即将要拍一部戏，没办法这样。所以你这个卷发的发型只维持了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多。老师他们说镜头要照你啊，有一条过来。不是，我想说要照一下。没差没差，我会自己想办法入镜的。哎，刚刚。吃东西不要入镜，帮我老婆看到了。你还肥啊！你个人吃多啊呢？而且老师要吃第二碗了哦。对啊，你买个假海啊！我淋汤啊你啊！师母，老师只有喝汤而已。老师常常在我们没有录影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讲说，他以前呢、啊、是那个有八块肌的那一种，然后身材是完全的是可以当 model 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象不到到底是怎么可能，老师过去游泳过这种标准的身材，老师就说不相信哈，我拿以前的照片出来给你们看。结果呢，我们从第一季的时候等那个照片，等到现在已经第四季了，陶爸爸已经要拍到第四季了，照片还没生出来。这个你不能怪我，还在照片都在我老婆那边，她不拿出来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师母珍藏。你爱吧？对。你爱？你还好？没有。没有，错了。那分食好了。分食，分食。好吃吗？嗯，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呢。对。下星期五，珍珍会不会出外饼？啊，不会。下星期五是吧？珍珍会不会出外饼？下星期五珍珍不会，不会，因为我们也不会，我们是下星期四。哦，对，下个礼拜我们是礼拜四出外饼。还要吗？然后，但是下个礼拜呢，也不是珍珍，珍珍依然的持续请假中。不要，我们不要花一点。下礼拜是娜娜吧？下礼拜对，是娜娜。公公，电力不足哦。这大家都还没有睡吗？已经这么晚，四点了。四百多人呢、欸？啊，四百，还有四百多人，是怎样？大家精神这么好，因为那不过来一起吃。刚刚看完了这个唐爸爸是惊吓过度吗？怎么还不睡觉？大家刚刚一直骂我们直播怎么这么多次程序。因为那个地方很邪门，真的太邪门了。我们在外面停车的地方，这时候就是满格，也是四 G， 然后一走到那个民宅的那个范围之内，马上收讯就变成就是假的收讯，就对了。它假装有三 G， 但其实根本不到三 G。其实就是我们跨过那个民宅的大门，而且大门还没有门哦，就是一个门框，跨出去之后收讯就恢复正常。真的好，就一个门哎、欸。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蛮空旷的，所以照道理它要好就是里外都是会有搜寻，要不然就根本就搜寻不到，不会是那么明显的，就是一跨到那个门里面，门里面那个范围之内就搜不到全部，好奇怪。然后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机器一直出现问题，然后后来好像有老师帮我们打了一下手印，好像那时候当时的直播画面就变得比较清晰。对，就那时候我快吐翻了。哦，对，唯一那个时候，你那个身体，我那时候身体什么感觉？就是一直有一种力量，那个也不像我们平常有什么晕车的呕吐啊，还是怎样，就是有一个力量想要从里面冲出来，所以就是那眼也不出来，它就是一个很不舒服，然后全身好像要从里面爆开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我好像在流眼泪，被挤出来。对，我看到我一直眼眶都已经翻泪那一种。看着都觉得哦，他其实不舒服，因为你在他另外一边看不到。我其实看他看很久，因为他忍很久。我想压啊，因为老师在念的时候，其实我想把他压下来，但是压不住。不好实在，你还好老师老师在，不然应该会更惨。老师把我后来整个缓下来。所以你那个感觉持续多久啊？一整个晚上都有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最强烈的那个就是那段大概十五秒到二十秒。大家都说老师打手印的时候画面超清楚。真的，这个是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对啊，老师你是打了什么手印？因为我打了手印，那些神明兵将会到，他们就会退开，而且我打的手印是希望超度他们到往生极乐或是投胎转世的手印，他们就比较不会干扰，而且会比较平静下来，不会一直干扰到我们的画面。但是我手印一打完，可能太多了啦，那些东西又另外一批新的又进来了，他又想得到我念经的回向，又开始干扰，所以会这样，没有办法，因为那地方太多了。哇，应该是说太多鬼了，不是太多人，太多外界的力量。对，太多鬼了，你一下子没有办法超度那么多人呐、啊，哪有办法？又不是办法会。对不对？真的。而且你们准备的东西也没那么多啊。对啊，能送走一两个就偷笑了。老师好吃吗？他们问你。啊？还不错啊，因为这地方是我建议的，当然是好吃才会叫他们来。哇，那唯一今天也带了一整天那个眼球的头套，这我真的要说一下。一直他很厉害，因为这个眼球头套很干扰哎，
很干扰，很干扰，很干扰。你说主持也好，对，很干扰，很干扰人的思绪也好。真的思绪感觉很，就是因为你是被封闭在里面的，你看东西看不到，你其实没有安全感。对，那你听声音又被阻隔在外面，像隔着水里面这样听声音一样，所以很奇怪，很奇怪。你戴上面头套，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所以你平常这样主持下来很累，而且超级容易撞到墙壁的。超容易啊！像我刚刚就有撞到墙壁，然后自己吓到自己。哦，对啊。平常在家里看会觉得说，哦，那个好可爱啊，应该大家都要戴那个。哦，不，我跟你讲，那个的后遗症就是你回去会落枕两天，那个会落枕两天，要找那个找按摩师帮你俩连一下。OK。对啊。找康哥一起撞鬼。康哥哦，不要再讲康哥了。制作人，康哥嘛，不要这样子。然后你说看到炸开来的头发吗？我们在吃米粉，当然要吃配个米粉。对啊，欸、这个，而且你又侧面入镜，然后这一撮头发在那边。对啊，感觉是来乱。有人问你姓名是真的假的？啊？姓名医院？怎样？是真的假的？刚刚好像有人在真真直播的时候呛他说，我们都弄假的。那叫他得跟我们一起去啊。对啊。真的可以，现在可以搞一次开放，大家一起来啊！因为一定会有人觉得我们在做效果，让他感应一下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而且不要看我在节目上好像一派轻松的讲，那是因为我胆子够大，功力够深。他们是真的吓得要死，不相信跟我们去一次他就知道了。所以不要讲这种令我们会觉得很灰心的话，好不好？因为我每一次真的都是抱持着那个心理的决心，对，帮大家出外景。其实今天在我们进去那个民宅之前，我跟伊森还在聊说，这个外景就每次接下来要踏进去之前，心情都很复杂，很沉重。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有真的很重生的感觉，然后都会回家想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对，可是又会期待下一趟，怎么人生会走到这一步？是不是真的没有通告了？对，所以才需要接这种通告。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领域啦，在这个领域也是不错。但是我跟你讲啊，你也不用这么灰心啦。对。久了吼，行鬼屋了，跟他行灶咖同款。但我不是很想要有这样的厨房。但如果换个角度想的话，就让自己的抗压性增强一点也是不错。哎、欸，对，从看你第一集到现在，因为我真的忠实观众嘛，看你第一集到现在，你的叫的次数跟我今天跟你一起出，真的少很多，少很多，少很多。但是真正的叫的次数还是非常多。他还要持续的训练。天生胆子小，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天生怕草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啊，恐草症。我刚看到有朋友说，能不能一个礼拜出两次外景？没有办法。播一个钟头很太短了。没有办法。开玩笑的，你这是千万别开玩笑了。不是，这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而且他们制作单位也只有一组人而已，你要把它超死。而且我们找这个地点，其实找得非常辛苦，因为大家看到是我们已经感觉好像都已经找好了，但其实我们是过滤掉很多。就是不够恐怖的景点这样子，而且台湾的鬼屋或是凶宅也越来越少了，对，都被我们去过了，对，没错。相对的，你要找合适的地点，也会比较不容易的。嗯，现在真的人手其实蛮不足啦，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想要变到一个礼拜出两次的话，你们可以来应征一下，这样你们也会知道这个现场是真的是假的。希望大家推荐那个啊，你的衣服。忘记了，对，我们看到我的新的制服，我新的制服呢 ，Run 阿飘，是上面写的是 Run 阿飘 ，Run 阿飘呢就是头发马猴兄弟的英文字，然后这张照片呢，有没有觉得一看就毛骨悚然？因为这张照片就是那个贞子即将要爬出湖景的那一瞬间，然后呢，因为我们头发马猴兄弟第一集就是去拍民雄鬼屋。然后第一集就是去看那个湖景，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很代表我们淘宝马虎兄弟。那这一件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潮流的外形，对，它其实是一个 oversize。那背后的写的就是这个帮我们制作制服的台湾的那个自创品牌，叫做 Beige。
很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特地帮我定做一件全台湾独一无二的这一件淘宝宝中的橘色 T 恤。会选橘色也是因为橘色是一个正能量的颜色，然后我希望这件衣服也可以带给我一些正气，把晦气都留给我的搭档们。结果呢？好有吗？那以后你的搭档都要穿？哎。对，所以之后呢，我的搭档他们会用什么制服来对付我，就大家拭目以待。然后这一件，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平常上街的时候，其实你穿也是蛮帅的，对啊，里面可以自己再搭一件 T 恤。对，然后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oversize。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件 T 恤的话，也可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粉专留言，就加一。那我们看看数量多不多，如果够多的话，我们也许会开放团购，开放这个才买这样子，因为需要大量开版才有办法。对，因为这件目前是只有样板唯一一件，这件就是我身上这件。如果之后要这个印刷的话，那必须要这个数量要足够。这一张是我的吗？对。然后所以这件制服呢，是接下来我录淘宝宝兄弟的时候都会持续穿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到我们的粉专这边留言，可以分上下两集吗？没办法，一个礼拜只能播一集。对，因为我们去一个地方只会播出一集，然后精华啦，浓缩的精华，因为把它拉长的时候，是的，有时候我们的精神也会崩溃啊，真的会崩溃，因为那个地方是差不多你待一个小时，你真的就会受不了，而且我们每一次拍几乎都是会拍到三四个午夜，就是过12点这样，真的是。辛苦老师，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辛苦每次来陪我出外景的这个搭档。好，目前两次，下次应该是明年，没关系，慢慢累积。哎，说明年，无三不成立。对呀、啊，你答应我，你会再来。我期待你的下一次。你答应我，快点，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会再来。有我在，你还怕什么？来100次也不用怕啊！啊我没有在，对啦 ，OK 啦，怕是还好，但是你知道就啊，对啦，对，会来，不勉强。好，那现在夜深了，我们这个宵夜也吃完了，重点是大家看看我们，张家浪家厉害，全部扫光，最后跟大家晚安。所以大家呢，晚安。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今天淘宝宝好兄弟播出的话，记得看重播。对，礼拜六晚上11点在纬来综合台，首播是每周五晚上11点26台纬来综合，没错，大家轻轻的看节目来收视率来支持我们。对，我们是最需要你的这个首播的收视率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看，不能转台，不能上厕所。不能喝饮料，不能用严格老师，对，就是要保持这种精神，持续锁定淘宝吧好兄弟，耶！看不到在哪？在下哦。Oh.